一辆你也来走了。露露，你来了。啊。一辆质量你挺啥好哎哈。太阳好哦，挺啥好。是了哇，我多打点嫩家伙，拿去蒸酸豇豆和干豇豆。我玩到这边来了，我就玩走嘞。啊，你要走了啊？啊，我回去晒豇豆去嘞。哎呀，差点没起来嘞。宝爷，你洗衣服啊？哦。哎，你想多衣服啊？到豇豆儿嘞。宝爷，你种的早就来洗衣服，这早上都甩冰了。我走了，回去晒豇豆儿。嗯。豇豆儿都要水。你看你拉出来吧，太太，你半天没得你。我刚刚去打钢蛋儿了，你看哇，种的钢蛋儿。哇，这杯。啊。你拿来种啊？我拿来煮干钢蛋儿。哦，还有烧火锅吧？烧酒。可以。你拿来煮啊？嗯。扛起等它煮开。这钢蛋儿开过几番了，就不安逸了。钢蛋已经塞巴塞巴了。太太，拿个烧酒来。来来。好好，都没少了，不怕。嗯，不怕，等它多煮一些。这花椒，你们把肠来的，给它炒转。种多些。走了去晒去。走。嗯，今天这个大太阳单调。是了，这种晒干豆儿，好好就干了。嗯。顶点儿顶点儿落嘛。嗯。不晒太细了哈，但是开始位置不够哦。嗯。把板凳拿起走，回去吃饭了。对。还剩些酸豇豆儿，我们今天晚进完去豇豆儿。不怕，这个奶奶吃的更香。少搞了搞，来点姜蒜，干海椒圈儿，好，倒豇豆儿，又到了，又起来了。好香啊，这个。是噻。太太要饭嘞。嗯，好，我也太下饭了。下饭吗？嗯，干净吗？嗯。嗯，太下饭了。我们晒一些干干豆儿，过年豆儿都回去。那干干豆儿今天晒完不？大太阳晒完哦。哦，早上儿我去打干豆儿，我看到那些土豆干也好嘞。知道的。你早就想起了哈。就在那个刚刚好下头。了解，你哪里去打啥？可以啊，我给葡萄酒经理去购。这个还没哪里去呢？哪里去啊？红螺。今晚一块来吃饭，红螺，哎，全部都熟了，有大可加。嗯，好，可能可以，但我们哪天安排的去打葡萄酒。啊，我们拿来整葡萄酒哈。嗯，我在那儿看到就这个样子，早就想去了。请客人你就试一下。